曹将军，罗将军，怎么回事？曹将军，我所押运的军械被歹人所劫。哦，你贻误战机，走私军械，罪不可恕。侯爷，求侯爷网开一面。你知道那批霹雳雷火弹威力几何？ 还敢让本侯网开一面，拉出去，军法伺候。是，侯爷，求侯爷网开一面，只要侯爷肯饶我一命，我便有密奏要报。哼，你能有什么密奏？冯熙，是冯熙，他表面帮侯爷运送军械，实则包藏祸心啊，侯爷。 说。 出了什么事吗？我得到消息，罗纯运送的军械被三皇子的人劫走，顶不住陆远彤的问责，居然供了我们出来，恐怕陆远彤马上就要来找你算账了。我会去竹明驿再回陆远彤，到时候我会见机行事的。探子回报，东岳没有过离云间。 殿下可以放心了。数日舟车劳顿，殿下恐是累了。嗯，你也去休息会儿吧。曾将军，曾将军，你能慢点吧？ 慢点，侯爷已经出发去往竹明驿，慢点怎么还赶得上侯爷和冯熙的会面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供出了冯熙的奸计，我就不肯杀你，别想耍花招啊！竹明驿，你知不知道那批军械落在三皇子手里，对侯爷有多大影响？军械在三皇子手里，不好，冯熙有危险。 侯爷，终于来了，真是让冯某望穿秋水啊！有劳冯相了，你真的要洗手为我做汤羹吗？侯爷喜欢，冯某无所不从，请。东岳，怎么是你？ 快请进。三殿下，您这几日是不是在离云劫了一批军械？果然是为了这个。这批军械是冯熙送给陆远彤的。来，坐。此事说来话长，如今十万火急，求殿下把军械给我。十万火急。
殿下，董月别无选择。你的贵妃姐姐一去世，家贫之子立储之事就成了泡影，你我的谋算也就成了一场空了。若想师出有名，路可不只有一条。哦，愿闻其详。当年救俺，侯爷也是亲历者，若手上有什么证据，或可掀起风波，届时你我也可从中得利啊。什么旧案？冯某对侯爷推心置腹，为何侯爷故作不知呢？自然是名家旧案。自天启年间，浩山军一直在边境作乱，陛下派出明将军来平反，坊间传闻这明将军一战成名，一战定乾坤。这浩山派人送上降书交给陛下，可谁知这陛下一打开，竟是通敌叛国的密函。这明将军言之凿凿的降书，是否是子虚乌有呢？这冯相爷似乎很关心明家的旧案。只要是为我所用，我自然关心。这右相还是无利不起早啊。至于是否真有降书，本侯不清楚，因为此事陛下折损了整个一个名家，痛心疾首。长此以来，已经很少有人提及此事，我劝冯相爷不要提起，这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冯某不关心名家旧案，但若能让圣明受损，人心浮动，那便是侯爷起兵的大好时机啊。好了，名家旧案就不提了。今日我俩重聚，我想让你认一个人。哦。都按照你说的做了，还不放开殿下？只有这么多，还有几箱，我已经运往京都。眼下此处只有这么多，殿下，对不住了。这个人你认得吗？眼熟，但不认得。嗨，连慕容姑娘身边的罗纯，你亲自安插在我定远军的奸细，当真不认得啦？怪不得我眼熟呢，原来慕容姑娘进京时见过。倒是侯爷说的奸细，我是真不知道。此人不堪刑罚，将你对本侯的算计和盘托出，这也是本侯的一个意外收获呀。严刑拷打岂能是真话？侯爷信他都不信我吗？你又像是出了名的骗死人不偿命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这冯静之事，你如若忘了，我今日可以再次提醒你。侯爷，事情真相还没有弄清楚，侯爷又何必如此大动肝火呢？此人是谁？小女子冬月，见过侯爷。冬月，好像听说过。
哦，你就是那个半仙附体的女官，冯相爷的红颜知己，对吗？侯爷，此女便是当日京都大宴上那个。就是我。当日我被诬陷刺杀侯爷，可清者自清，他们查明真相，便还了我清白。你不在京都待着，怎么来了？相爷，因为我算出你在此有一劫，会被小人所害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这个罗纯，监守自盗，私藏军械，还诬陷我家相爷，简直是混账至极。私藏军械，还好我机灵，把他想要私自运走的军械拦截，现在就在外面，这可是铁证如山。张飞，把那批军械给我拉进来。是。如何，侯爷？彻查完毕，全部都是霹雳雷火弹。怎么回事？侯爷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侯爷，查得如何了？侯爷，您动不动就疑心我家相爷，这以后还如何结盟做大事呢？哎，怪不得侯爷，在侯爷心中，我冯熙就是一个狡诈之人，得处处提防才是。把他拖出去。是。侯爷果然爽快。今日本侯眼拙，相爷莫怪，东岳姑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佩服。本侯今日以茶代酒，敬你们二位。右相，陛下此次宣我入京，我知道其实是扣我为质。侯爷既已逃过一次，这次也可见机行事。我是形势所迫，不得不来，但我叮嘱犬子暗中在黎云招兵买马，以待时机。既然时机未到，侯爷应该耐住性子，韬光养晦，方能安定圣心。还有刚才跟侯爷提过的物件，侯爷可以再想想。姑娘能不能为本侯算上一算，此次入京吉凶如何？侯爷鸿福齐天，一定会逢凶化吉。好，借姑娘吉言，告辞了。侯爷一路顺风。真是太危险了。好在陆远同并不清楚军械的具体数量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三皇子已经把部分军械运回京都，不知他会藏于何处。只可惜经此一役，陆远同一定会提高警惕，严防细作，我们在定远军中的苦心布局恐怕要付之东流了。那没办法，我已经调出了一批人马，剩下的也令他们蛰伏不出。好，那收尾之事就拜托你了，包在我身上。嗯，事情谈妥就不打扰相爷有美相伴的好时光了。冬月姑娘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慕容姑娘暗插卧底，为什么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有何奇怪呢？莫不是因为 你在吃醋？胡说八道。就当我胡说吧。你我久别重逢，何必总谈旁人呢？你如此狡猾，我本不该替你担心。你不担心我，怎会出现在这儿呢？我是不想看你死，但你也别想对我纠缠不休，否则……否则怎样？不怎样，我先走了，别想跟来。要不吃我一掌。你我此前
诸多误会，但若你愿意等我，待我完成魏晋之事，一定会去找你。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冯熙，不过是数月以前，却恍如隔世。再一次重来，相信冯熙，是不是就能改变宿命，阻止定远之乱？要我说，这望帝生前一定是个多情种，情深且笃，相思至死仍至死不渝。那女子问他相思苦不苦，他只回答不苦不苦。来看一看西月记，西月记啊，来来来，西月记再现京都啊！来一张，来一张，来来来来，这戏好看吗？这戏当然好看了，比那个什么《南厢记》可强多了。傻子，这出戏好看的不在这里，这西和月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谁啊？谁呀？当朝右相叫什么名字？要不要？啊？哇！别！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啊！哎，我来一张，来来来，我要两张，两张，我来一张，我也要两张。人散了，这出戏却还在演。是诉不尽的相思。
好看。好，先来啊，看看啊，来给你。那你给我高一点。上上。那日你决绝离去，没想到你竟回来救我，更没想到会在皮影戏班遇到你。到底是因为什么能令你回心转意呢？因为我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，不管经历了什么都过去了，也都改变了。但是，他们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情。知道你有多爱我？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那你说，知道了些什么？我知道，或许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。你今天说的话大半我都听不懂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有时候可以尝试相信一下你这个大骗子。既然如此，就跟我回家吧。嗯，好。夫人，夫人，相爷回来了，但是。相爷，冬月姑娘，我马上命人将厢房收拾妥当。啊，不用了，她之前住过的那间就可以。我的布置都没动，她也住的习惯。是，那姑娘有什么缺的，随时跟我说，我让下人准备。嗯，好。嗯，走吧。夫人，他们俩不前段时间才闹翻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开开心心的回来了？看这架势，是不打算走了。那夫人，我们是不是得筹谋点什么？得到大人的心，才是真正的筹谋。我不如他。小叔，你叫我。三皇子那边有动向了吗？没有，咱们丢的那几箱军械似乎不在御风阁。继续盯紧他，他迟早会把军械拿出来的。嗯。紫渊。相爷。是东岳那边有事吗？相爷，我有话要说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心里是有东岳姐的。但你为什么还要让雨柔姐做冯府的主母？冬月跟你抱怨了。冬月姐她有大志，自然不屑和雨柔姐争这后院里的长短。但心爱之人家中有另外一个女人当家做主，她心里不舒服也是人之常情。是紫渊僭越了。不，你说的正是我想的。这次再住进相府，心境有所不同吗？世人都当你身为右相，风光无限，但他们却不知这风光背后的危机。有些事并非我本意。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，可是你心中还会有困惑吧？我会等到你亲口告诉我的那一天。你信我？从我跟你回来开始，我就相信你了。
可是你本来要去刺杀陆远同，为何突然改变了心意呢？我若说我能未卜先知，知道你安插了浩山君去钳制陆远同，你信吗？你说过多少惊世之言，我有什么不信的呢？只可惜罗春叛变，我四处一下，陆远同这只猛虎失去了浩山君这个笼子，起兵造反是早晚的事情。只要陆远同他还在京都城，我便会再找机会去刺杀他。不，你要留他一条命，他手上还有我想要的物件。什么物件？我只要知道你不是真心助他便够了。陆远同与我不共戴天，我对他的好，那陆远同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三皇子运回京的那批军械会不会对你有危险啊？你就安心做冯府的女主人吧，这些琐事有我呢。